那些。我知道你现在的想法，我看你昨天晚上喝的太多，怕你出事儿就没走。我是担心你。你担心我？你是我什么人？你有什么资格担心我？你再上来一趟吧。我知道你现在过得不幸福，
喂。那药什么时候送来？已经送过去了。单位不能住了，我来拿行李，我住酒店。你别走，我知道你什么意思，我搬。不，你房租都交了，你住这吧，我住酒店。我搬。你别搬了。你怎么了？哎，你怎么了？哎，怎么这么烫啊？哎，走，上医院。你别碰我！上医院！你别碰我！你这样，你这样会死人的，你知道吗？别碰我！我起来，别碰我！现在起来，快，跟我现在就上医院，就起来。我不要你管，你别碰我！我不管你，谁管你啊？你现在就一个人，这要出点什么事儿，你死了都没有人知道。起来，现在给我上医院！给我上医院！走。大哥哥，你怎么进来的？门没关。我说你们家为什么有个女的找我买药？这个是嫂子吧？什么嫂？我嫂子。把药放那儿吧。大奎哥，那个药钱……回头我下去跟你结。好。让你上医院你不去，现在还烧着呢。没事。赶紧把药吃。只有件事情想问你。说吧。怎么没结婚啊？年轻的时候想结婚，没有合适的。等有合适的吧，岁数大了。休息吧，要是没什么事儿，我到那边拿行李，我去宾馆。你别走，
我走。就你这个样子，你还怎么走啊？
啊，嫂子。你要是困，就先去睡觉吧。我不困，你先睡吧。我看会电视。你晚上还睡沙发？我不睡沙发，我睡书房。那你看吧。喂。你先吧。你给我站住！你回去！我叫你回去！我收拾东西，我走。还是我走吧。什么关系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，让你不要再纠缠我，你听不明白吗？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？什么关系？我和他住在一起，你说什么关系？走，我们回去。梁涛，你放开我！是不是给你脸不要脸？这样缠着我，控制不了我自己，我受不了你和别的男人在一起，你知道吗？我每天都在想你，我快想死了，我快要死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你怎么不去死？
杨桃，杨桃。现在就告诉你，我讨厌你！我不只讨厌你一个人，我讨厌所有男人，所有男人都不是好东西。喜欢不是那种喜欢，我读三国，我有心得。关公实际上也喜欢二嫂，但是他那种喜欢是另外一种喜欢。什么二嫂？二嫂偷光了你就喜欢了？
对吗？终于敢进来了。我不是你想的那样。那你是哪样？你在皓视镜里看了我那么多年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是，我是在皓视镜里看了你好多年，可这么多年我说过一次过头话，做过一件过头事儿了吗？我是做梦都想娶一个像你这样的媳妇儿。你真不要脸！你给我出去！
你跟那么多男人在一起，为什么就不接受我？啊，起来啊，你起来啊！姐，你给我起来！还不起来是吧？起来！啊啊啊啊啊啊我来哄。嫂子，这两天你就别乱动了。等你眼睛好了，你想弄什么弄什么，我都假都请好了，24小时陪着你。有什么事儿你就喊我。大伟，啊，我眼睛到底什么时候能好？大夫不都说了吗？过两天就好了。嫂子，你放心，这样有点什么事儿，大哥陪你一辈子。还疼吗？不疼了吧？